那我跟这边有什么两样？了解吗？绝对那只脚绝对不能踩死，不能踩死，他没有踩死的条件嘛？你为什么踩死他？你们不是，你们一上来就把他踩死掉了，踩死掉了活啊，清明就没有了。按人家应变，你是定恒钟都不错，你只是射手变这个样而已，你定恒钟是定住了，但是人家跑了怎么办呢？他跑这个地方，你就踩死掉了，你这个是虚脚。等他再一转，你看自然。所以你有的时候踩脚的时候把它踩死掉。我常讲打球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踩死掉，他有的时候不跑这边，跑那边怎么办啊？怎么跑那边呢？哎呀，还是一样啊，看到没有？你可以跟到后面一样啊。所以你自己定型了，那你怎么变化？好不好？所以你们又打班长嘴还在啊？我刚刚看到了，又踩死掉了。那奇怪，我跟你讲很简单呐、啊，这个脚为什么两手不接？那个像自门墙，两手不接脚就起不得。哎，那个为什么它是这样形状？你看你这个脚主要这样跟这样主要目的。再一次，我跟你讲，你个子小的，人家抢你上面，你踩下面就对了。皮鞋够硬，就踢他这个，哇哇叫。不要那么高了，你看有的那么高，使用不多嘛。不讲话哎。怕了你的。我们怕了，你忘记了，来不及了。一定要这样，哦，这个显出力量。你显出力量就是过去式了，已经形状已经老了，你不要写嘛，他起来挺新的，那他再转，那我再转，他自然会，这依靠了你的神智，人的方向是跟前脚的方向是一致的，可能是平行的，不是在一个点上，一致的方向，他这样就好，哦，这要学会。手底锤，这个锤是空拳的拳，空拳啊，好，来讲，好，再来，好，现在啊，这还老外嘞，海龙哎，海虫啊，不要走，地海虫，不要走，海了，给你打你。我是松的，你是紧的。我是松的，你是松的。刚才赵老师说赵老师好，全都好